OK，开会 video 啊，大家，这个我讲完先啦、啊，这个妈妈的那个母奶的重要性，OK 啊，所以啊、呃，这一个本哈达曼是消化来的啊，消化写一下，OK，本哈达曼，所以如果是喝母奶的话呢，那个那个呃，消化比较好的啊 baby 啊，啊，比起那个呃奶粉啦、啊。嗯，开会 video 啊，来小雅丽文啊，轩怡。 小雅，丽文轩仪，Are you there？嗯，开 video 来。嗯，OK，这样很方便。轩仪，小雅，美慧，美慧来了。美慧，轩仪，还有一个哈、哦，就是哦，呃，就是妈妈跟 baby 的那个关系比较密切咯，知道吗？比较密切，比较亲切咯。如果是有喂奶的话啦，那哈。 这个我们不是只是在讲关系密切啊，其实他对两方面的情绪是比较好的哈、啊，可以控制 baby 的情绪的，其实啊是很好的。你知道有些 baby 哈，他们呃被抛弃的，或者是或者是呃有什么啊？OK，就是他妈妈不在身边嘛，可能啊就是出生的时候妈妈去世了的。OK，他们在国外哈有一个呃，有一个机呃一个叫什么嘞？一个 volunteer 的 program 啊。 他是呃，那些人可以去 volunteer 的，叫 volunteer 叫什么？就是哈、哦，他们做那个呃呃呃叫什么、啊？他们去那边抱 baby 的，专门就是给那个 baby 啊，感受到有人抱他，给他一个肌肤的一个触碰，可以帮助那些不健康的 baby 哈、哦，呃呃,呃变比较健康的，你知道吗？啊，志愿者，OK，谢谢。 就是那 volunteer，他们就是可以，呃，就是有一些志愿工作者啦，他们可以 volunteer volunteer 在这个医院，是不是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去抱 baby 的嘞？专门有这样的嘞，在国外啦，马来西亚应该是没有。不过我觉得，如果要在买来 start，可能也是也是可以。只是其实这些 baby 可能不是讲很多啦。 哦，oh, 就是可能一出事呢就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啊，或者是有各种的奇怪的情况了，不知道啦，是不是还是被抛弃的？这样的话，其实对那个 baby 啊，要让他比较健啊，可以让他甚至是把他身体变更健康，他会更强壮的，你知道吗？哦、oh? 啊，所以其实是很奇怪的东西来的，这一个肌肤的这一个接触啊，OK，所以呢，我们。 呃，看一下该我教你做的的的,的东西哦，你你可以坐下来不要紧啊。今天我再交多一点点钱，因为我找你在等待这个。可是这一个其实在线网课有点可惜哈、哦，不然呢，雪妮哦，哇，还这么多问题问你哦，雪妮是不是 <laughs>？OK，我们讲这个跟曼多烂叫不孕。OK，那、啊、你可以写下来啊，大家叫不孕，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可以问啊，大家在那个 chat box 那边，好像平时讲呢。OK，雪 <c> 妮 <oughs> 可以吗？ 你可以问奇怪的问题了，OK？<laughs> 我会回答你的。OK，不孕叫 g 迪 d 五 d a 就是不能呢、啊，还不能生孩子，呃、叫叫叫格曼 a n 说这个字要记得啊，大家、啊、，OK？要知道是什么。说、so, 男生跟女生不孕的原因有什么？OK？来，你所知道的啊，为什么不能怀孕啊？大家来给我我分享一下，为什么不能怀孕？你觉得有什么情况下不能怀孕？我们讲科学呀，啊，现在啊。 因为我们在学科学啊，看有什么图片？什么情况下不能怀孕？哇，这个有吗？啊，雪妮，有什么情况下不能怀孕、嗯？不用看了，不用看了，这些我是在乱乱在安利下爆了。啊，有谁要跟我分享是可以开启。嗯，卵子和精子没有结合，就不算，就是没有怀孕了，是吗？ 结合不到哦，有一些情况下可能就是精子就找不到卵子，是吗？Okay. 我就知道雪妮会讲这样的东西，你不用 direct message 我的，你给全部人看那不要紧，<laughs> 反正平时在上课你也是讲，凯、okay, 雪你讲啊，不做那件事情就不会怀孕喽。<laughs> 我我把它变成啊，我确定，因为这个东西 record 不到的，所以可以可以抬出来，就是我的 recording 啊，这个 chat 是没有在 recording 里面的，嗯。 所以我确定你可以讲，只是你自己知道啊，就是尊尊重啊，我啊哈，雪妮写出来哦，我只是我讲的话，我就会写讲比较斯文一点的、哦、，OK，<laughs> 你看你看雪妮还要纠正我，我是讲到比较斯文一点，OK，哎呀，OK 就是。 其实选你讲到一个重点啊，等下我们会讲你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chat box 啊，我们在啊、呃、秘密的对话，其实哈、哦、也没有秘密啊，因为有些东西啊，在这个 video 我怕我碰上那个 YouTube 啊，等下等下 go viral 我很怕，<laughs> 我不会乱讲话。可是啊、呃，选你讲的是一个重点，那是其中一个避孕的重点。不过当然不是讲到这样啊，OK，等下我会再讲啊、呃，那是重点。然后不能排卵是一个不能怀孕的一个重点，确实。 所以有的人呢，她有来月经了，你知道吗？但是没有排卵，有来月经不代表排卵啊，其实啊，OK 啊，有呃呃，但是还没有排卵，OK，现在是没有排卵，就就不能怀孕了男生呢，男生呢，开吉，为什么男生不能怀孕呢？这样的话，因为有时不能怀孕，不一定是女生的问题，对不对？ 以前来讲啦，哦、你看那些古装片哦，每次都讲哦，哇，不能怀孕了，这个老婆不好啊，是不是？哈、哦，古装片都讲了是吧？啊，OK，但是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不一定是女生的问题啊，有时是男生的问题，对吗？明恒，OK，为什么会有什么问题不能怀孕啊？OK，你在课本也可以看到，在这边也是有，OK，基本上最简单的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中间这三个了，你看到吗？都有线条，中间呢是共同点，我们先讲共同点啊。 荷尔蒙失调，荷尔蒙是荷尔蒙啊，这个，OK，不平衡啊，不平衡就是失调咯。OK，荷尔蒙失调啊，荷尔蒙失调会影响很多的啦，就会影响旁边的这些事情啊，或者是各种的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啊，它不够哪一方面的养分啊，还是怎样啊，也有可能很多的健康问题。OK，啊，或者是呢？ 那个他的器官不正常，OK，我不 OK，这个我找了有会有人在笑了的啊，可是哦，有时很可怜的嘞啊，不要笑人家了哈、啊，就是他的他的那个心器官，他的那个呃，就是有问题的，OK，或者是有病，有疾病啊，你降低低本呀给，就是有病，有有一些病会导致不能怀孕的，要小心，OK，啊，然后呢，这是共同点啊，男女都会的。 男生、啊，那我们来看男，呃，其实我们看这样这样左左右对比比较容比较容易。睾丸没有产生出精子，OK 吗？这个是很正常的。产生呢 o k 孟哈秀干是产生。所以男女生如果如果没有排卵，没有产生出卵子啊，OK，啊，就是这个是卵子吗？是不是？卵子就没有不能怀孕喽，或者是男生没有产生精子就不能怀孕喽？这个很哦，两边都会有。 也都有可能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咯。其实还有啊，其实我跟你讲啊，全部人那个精子哈、啊，有的哦，它是有产生，不过它的量不够，也是很难怀孕的。不不是讲它的，它它有多少啦？你知道吗？是它的里面哦，好像那个液体里面呐，哈，是不是？就是男生的那个呃液体里面呐、啊，它里面的精子的数量是不多的，有些是这样。如果没有到那个足够的呃呃呃呃指数啊，很难怀孕的嘞。其实。 嗯、一定要很多的，要要到达一个指数，不过我不知道是多少啊。OK，啊，你要要往那一查也是可以的。男生的话，哎、呃、，OK，我我大概看你下。o、okay? k 这个我不敢直接直接啊、呃，现在开给你，我蹦还会出什么东西来？OK，我在我电话找先。Normal sperm count，它叫啊。OK，如果要怀孕的话，哇，OK，一个 millimeter 里面哦的 normal sperm count 啊是要有。 十五 million 到两百 million，你知道 million 几个零吗？millimeter，一，一，一，mL 啊，OK，一个 mL 里面啊，要有十五 million 到两百 million 的 sperm c o u 的的的精子啊，OK，十五 million 四十五多六个零啊，这个是 E mL 的精子里面哦、啊，精液里面啊，有的那个正常，不是正啊，是、就是正常。 就是他，他要算是正常的，才可以怀孕 l l 五 o n 以上。OK，呃、uh,，If you have fewer than 这个比例，哦，Sorry，OK，一一一个，Sorry，他一一次的那一个啊啊呃，uh, uh, uh, 射出来的精液啦，要有三十九 o n 或以上，很多诶，你知道吗？里面那精子要有这样多，如果少过的话，是属于难怀孕的。 很夸张哦，这个是当然哦，要去 check 医生才知道的啦，因为医生会 check，到底是老公的问题还是老婆的问题？如果还没有怀孕的话，OK OK，马蒂不叫 important 啊，其实这 important 啊，这个叫布局啊，我不懂，你懂不懂这个东西啊？你要不要再 check b o s s 讲一下？大家，你知道是什么癌的？女生，这个我们要问女生啊，男生知道了这个，女生，来来来，知道是什么癌的吗？呃，如果你知道，你讲知道。 不要紧了，我我我就啊，雪妮，你找什么来的、啊？上次你有你有讲，你我们有讨论过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哦，OK，这个就是哦，上次你你啊，我们提到爽还有不爽这个东西，你知道哦。 对我们讨论过爽还有不爽嘛，是不是？说男生爽的时候嘞，就是他他兴奋啊，我们叫兴奋啊，要要斯文一点，是不是？他会呃呃呃，我们不是讲了，他会兴奋的时候，我看今天的的这个 record，我不会放上网了。<laughs> 他他会呃兴奋的时候啊，那边会充血，充血就会举起来，才可以进行那个那个交配的这个过程的、啊。说、so, 如果。 普普通的情况下，我不是讲没有没有将啊，你看不到的，对不对？就不是讲看不到的，好像人家穿裤子你看不到的嘛，你不要去看人家穿裤子啊，雪妮知道吗？就是就是哦，他会呃呃呃，可是哦，有的人是啊，即使即使他兴奋，他也是不能举起来的。ok 这些这个有各种方面的问题的，其实有的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啊，很惨啊，这个不要笑人家，知道吗？很是很惨的，对男生来说啊。 有什么你可以过后再继续问我。其实你要在 chat box 问也是可以，OK？我会再跟你跟你讨论解释。再来哦，女生的话，有可能那个 Bill 啊会阻塞的，你知道吗？的松巴是阻塞，OK？阻塞，哎，怎么写啊？阻塞，哎，怎么还是出这个阻塞？ 阻塞，OK，我跟你讲什么阻塞啊？丢 fallopian f a l l o p i a n 丢阻塞。你看回去你前面那几页，你就知道排卵的那个输卵管啊，你知道吗？输卵管它有可能会有肉在那边啊，阻塞这的哦，这边哦，说可能它这边呢、啊、是有有东西长在这边，它阻塞了。说那个每一个月的卵子都出不来，精子也进不去，明白我讲吗？哈，会有这样的哈，OK，输卵管阻塞，OK，再来呢。 呃，uh, 还有什么东西啊？OK，男神有可能改我讲的那个精子的那个数量少，balance sperm n u a b e r 啊，瓜力地是数值，数值比较不好，就是讲它容易死掉。上次我不是跟你讲了、哦，精子它在人体歪了，它可以存活可能一啊、呃、两天三天左右是吗？可是它数值不好，就是讲哈、哦，它可能一天它就死掉了。它还没有游泳游到去上面呐、啊，我们不是讲它要游泳的，对不对？ 啊，还没有游泳，就要去上面，它就死掉了。OK，数量不足比 i l a 比啊 b 是数量，数量很少也是一样咯。就不能就是很难很难不能怀孕的。OK，再来 uterus did n n o r m 有可能呢是子宫不正常。OK，或者是呢在子宫里面有长瘤，哥顿波汉啊是长东西长瘤，说这个长那个瘤哦，呃不一定是长是哪一个嘞这个哦。 不一定是生啊，癌症哈、啊，不一定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可能是水流啊，可能就长一个东西啦。过去 check 哦，看到有东西割出来啊，不是癌症就不要紧了哈、哦，就就没有事啊，就可以可能就可以怀孕了。哈、哦、啊，不一定啊，就就每个人身体不一样啊，其实，所以可能就是子宫有一点问题啊，所以这些呢是很多呢，他们不能怀孕，他们去 check 医生啊，他们医生就帮他 check 咯，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他、啊、什么问题哦？是就是你理理解整个那个过程了，对不对？还有那些部位啊啊，你你知道怀孕是怎样怀孕，你就知道哪一个过程有问题的话都不能怀孕了，就是这样闹咯你知道吗？还有哦，其实还有的很多的，还有哦，就是啊，有排卵啊，比如说有排卵，可是那个卵子哦，呃，数值不好的也有的，嗯，就不能怀孕了，是不是？OK，所以呢。 啊，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回回到过后上课才才教那个什么避孕啊，是不是？这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这一个怎样解决不孕这个问题啊？它的方法。说、so, 没有的怀孕啊，要讲怀孕呢，有什么方法去解决不孕的问题呢？OK，啊，要吃有营养的食物，因为有的是营养不足的。我讲我有没有讲过啊？有的人他减肥是不是？他减减减减减减减到很够力哦，其实变了心理病了、啊、这个、啊。 减到哦，没有来月经了，有听过啊？还是你你外面有听过吗？他减肥减到没有来月经了，这个是很不健康啊！这个是呃啊，他的身体的机能被破坏了的、啊，你知道吗？啊，我有说过、哦，对，这个简直就是他、哦、身体机能被破坏，他的各种的系统啊，荷尔蒙失调乱到完了，你知道吗？哈，所以哦，啊、呃，有可能就是因为营养不足，然后。 啊、呃，不能怀孕，这样就要补充一些营养咯，你知道吗？所以有的人他不是减肥还是什么啦，他纯粹是有一方面一些营养他吸取不到的，所以医生知道了他就给他那个药咯。所以需要到什么呢？比如说男生他需要维他命哦，需要一些矿物质，比如说 zinc 啊这些咯。啊，男生的这个是，OK，呃，可数不断你可以写啊，生育力，可数不断。说男生的生育力呢？ 啊，它需要到这一些给，okay? 还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 zinc。m i n e r a l 是矿物质来的。矿物质，女生啊，诶，是吗？哦不是，那维他命 C 哦，维他命 C 对他们生育力也是好的嘞，因为它可以避免那个 sperm 黏在一起。他讲，它可以预防哦，精子啊很公报混凝在一起，全部黏黏黏黏黏,黏在一起啊，黏在一起还游不到泳啊，知道吗？它会很慢，OK？ 这样的话，所以维他命 C 也可以提高他们的生育力。OK，再来啊 z i n z i n g 是可以解决这一个 p r o s t e t 的问题啊 p r o s t e t 啊、呃，你可以看回去，它是在哪里啦 o k、okay, p r o s t e t 它叫前列腺。我想到了，前列腺。OK，不要紧了，这个你没有，你不懂怀疑的话也不用紧。他讲它可以解决 p r o s t e t 它就是对 p r o s t e t 比较健康的。然后呢，或者是缺乏这个 testosterone 的荷尔蒙啊。 大家，testosterone 其实是男性荷尔蒙，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啊，testosterone，说、so, 或者是还可以解决缺少缺少荷尔蒙的这个问题喽，OK？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动手术，哎，我们不是有讲到阻塞对吗？动手术了，把它拿出来喽，阻塞的地方，OK？女生那边啊，那个丢 f a l o i l 啊，输卵管也是可以阻塞啊，这个是手术啊，我们写一下手术，哎，手术。 输啊，男生的那一个输精管啊是吗？哈，d 都都是 sperm s a 输精，好像很奇怪哎，管 ductus sperm a 也是会阻塞的嘞，所以阻塞要动手术。如果他 check 到是阻塞啦，OK，荷尔蒙失调就用这个左手边的荷尔蒙治疗啊，荷尔蒙治疗法荷尔蒙你会哪你不用小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发现，诶，有荷尔蒙失调的问题呀、啊。个低拉生因方案就是不平衡，不平衡就是失调咯。这样的话就吃荷尔蒙药，或者是打针，有的是打针。好像还没有排卵啊，也是荷尔蒙的问题，打针下去咯啊，或者是吃药咯。OK，还有一个呢，这个叫哈、啊，来大家，这个你可以写啊，IVF 开拉不生呀方案，In vitro 叫呃什么了啊？呃，试管婴儿，试管婴儿。说、so, 刚才我没有讲到哈。 可能呐、啊，他就是那个精子不够力，对不对？或者是精子的数量不够啊，或者是卵子也是哦，很快死掉还是怎样啦？这样的话，它可以这样了从妈妈身上哦拿卵子出来，从爸爸身上拿精子出来。看图片，你看啊，其实这个 I V F 啊，它是这样的，朋友嘛啊，拿出来。其实首先它打针了，你知道吗？因为还要一次过啊。 抽好几粒那一个呃卵子出来，因为之前我讲过明恒啊，给、呃、记得吗？一个月啊，女生只是排一粒卵子罢了的。说这个太少了嘛，如果还要做这个试管婴儿的话，太少了。他就每个月哈、哦，他就要给他出多一点精呃卵子咯，所以他就打针给他出多一点卵子。说他抽那个卵子出来呢，也叫爸爸拿精子过来，然后他就这样这样做。 给他们放到很靠近，给他容易收紧，收紧了他就这样看啊。哎，有哪一个收紧了的、啊，成型了的、啊，他就把它呃呃放了几天成型了哦，把它放回去打针哦，打直接打进去妈妈的子呃子宫那边给它粘啊粘这个过程啊就帮不到了了，粘到就有怀孕，粘不到就没有怀孕，明白吗？所以所谓的试管婴儿那个 baby 不是这样啊，在外面长的，是 embryo 那个那个小小粒的那些精子卵子在外面。 呃，受精了，变成了 embryo 才放进去妈妈的肚子，啊，子宫里面的。OK，OK，、okay? okay, 我们到这里先啊，今天啊，OK，我们下一次继续更好玩的、啊，就是那个牌，哎、呃，不是那个什么避孕了啊，OK，大家，我们今天到这里啦，再见，everybody，bye bye。OK，哦，要开车啊。OK。